我家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记忆中呵护的温度。我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独立后体贴的温度。我们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团圆时幸福的温度。万家乐，温暖我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万家乐，乐万家。来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啊，出生点位地图下方的五点方向就是红色的虫族选手苏本素，中间地图上方的十点方向就是蓝色的人族选手 Time。 这场比赛 Time 第一轮分到苏本其实已经走远了，兄弟们，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我们的这个就是最后一站不是蒙特利尔嘛，那我们还是会继续赞助选手去的。然后我今天下午也是问了一下这个 IA 说家里有点事他去不了，本来我们想 全额赞助 IA 去的、啊、然后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后来就想了一下，要么就这样，就是我们以后就是我们这样子搞，就是 有想去的选手对不对、啊、那我们会进行一个考核，如果你那我们觉得你是一个靠谱的选手，说就说肯练的选手，那我们每次的这个比赛我们都拿出一定的就那个就所谓基金嘛，就是啊拿出一笔基金过来，然后如果说就只有比如说只有一个选手去啊，对吧，那我们就把这个基金给他，对吧，有两个选手去那我们就分一下，大家这样子，那就多少钱嘛，你吗，你说嘛，那我觉得一万到一万五左右啊，差不多了呀，就一次一万到一万五呢，对啊，一次赞助一万到一万五，然后那他们但他们也有个要求，就是我要求是你们拿发票来找我们报，这样的话因为首先这比较清楚嘛，账目，第二妈的法人说妈的最近需要发票呀，我靠，大家觉得怎么样嘛，这个方案怎么样，不你就说就是上限多少嘛？上限就一万五，好不好？我们不说了，上限一万五。本来我们赞助一个人大概也大概一万五到一万八左右，对吧？那我们就一万五，对不对？如果说两个人去的话，那三个人均摊呀，你妈的！就你把发票都拿过来，比如说你拿你只能拿四千发票，那我只能报给你四千了。哦，有个人拿八千发票过来，那我报给他八千，反正报完为止。如果说多出来的话，那大家稍微平均一下不就好了嘛？妈，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对不对，你可不可以不在直播里面说这些，好不好？啊，那也是啊，反正抓进去都反人抓，对吧？对吧？妈个蛋！你这种不经意间就想害法人，最后是不是你想跟我两个人分钱？哎呀呀，我忘了，不能这样。好，看比赛，看比赛，妈个鸡！是不是想跟我们两个人分钱？不，我告诉你，不能这样子。法人我告诉你很重要，没他在谁来背锅，要么我们他妈在我们先把法人找好，再妈再把法人干死，新的法人怎么样，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法人这次被抓进去了，对吧，走远了、我们下一个我们就花个一个月花个两千块钱，然后让接班人当法人，妈的有点过，两千块钱，妈的这种至少也得不要说了，给接班人两万一个月、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做一些妈的我们觉得好的事情，对吧，
什么委婉了？我们那么公民好吧？你不要乱说什么委婉了，我们会肆无忌惮做一些妈的一些赚钱的事啊！我靠！好了，来了，乱说乱说了，看两船兵来了，来了两船兵，嗯。这一波看啊，这个汤姆的这套打法是三接三船兵的卡打法，反正就先拉一个，先拉一个位置，所谓对，好，清一下军坦，拉一个位置，第三个军坦清了，这把雷达就我觉得就没亏。炸一个，看能不能炸两个女王过来秒了。我觉得有点难啊。那肯定要去啊，那算了算了。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给压力。好，直接三船兵，直接偷主矿，但有个防空，这个防空太经典了。太经典了，这个防空。这秒呀，这秒要防空。先秒防空，先秒防空，不管怎么样，先把防空秒了。好，控制一下。但书本也怎么说呢？书本其实打的还是很。哦，今天没炸还好，今天没炸还好，对的。走了走了走了，打不过了。这要上啊，过了吧？一个女皇。莽夫，算了呀，打不死的呀。操作很好啊，不过他也没死运输机，大家没死运输机还行，互换一波也没赚呢、啊。他们说，怎么说呢？从经济上的角度，就是说还是没赚，因为毕竟书本这个经济非常，都快饱和了。哎，但是我告诉你，就从这种兵力的对抗来说的话，其实还好。你想耗那么多狗，你说战损交换那是没问题，但是差不多对。有一点不好的地方是什么？是书本在交换之前他已经把农民补齐了，所以你耗的他这波虫卵其实对他的经济影响不大。哎，那也没办法，那对不对？这局势如果他是提前耗掉的，把对方耗掉之后让他再补一波狗，那这样的话他经济就吃亏了。对，修一下。等一下，三 G 里开起来，继续啊，继续投，这是马路的打法啊。这一波投，但他没马路的操作。泥土虫很救命呐、啊，这个泥土虫。关键。要不然的话，第一时间就可以秒这个基地，他看到了。泥土虫这个时候就很关，但秒也秒不了那么多的毒爆，毒爆速度都好。强秒，刚才如果没看到可以强秒的呀、啊。哎，漂亮漂亮，对不对嘛？刚才如果没看到，第一时间就秒了。这个秒的没话说，这秒的非常漂亮。对，书本自己有点脱蛋，如果他稍微的。快一点，就第一时间他看到之后反应过来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基地秒不掉的。好，自己也把基地开起来再说。嗯、这局是非常紧迫啊！他要分一点狗去绕，他绕狗要四矿，他绕三矿，很有经验。他现在他知道你要推，然后你推的时候我就绕你矿。他们两攻两防没有提，书本刺蛇已经在造了，继续清掉你台图层，继续往前压。就是这波狗可能会打破汤姆的一个汤姆这个不是问题，汤姆我觉得他还是没有那个，还是没有学到吕布那种，就是二在这个房子上那个细节。哎，看他做，哎呦，已经不错了，这个、哎、这波操作很亮，哎、这一波很危险。书本可能没想到对方爆发力那么强，啊、压掉基地稳一点，压就走了。已经来了，可哎，我觉得其实可以走，说实话不要，因为他有攻防的优势，他可能觉得。哎，他坦克怎么在打那个啊？他怎么在打岩石啊？上面哦，他上面被那个了，被换了一波农民。所以我觉得就在这个时候，汤姆打的还是不够紧。如果说像马路这种，我认为他这波打完之后他就退了，退完之后然后再和后面合一坨兵，然后再打。对，这个样这样的话就书本压力就威力就大了。对，其实你第一波其实已经赚了很多战损了。嗯，这个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跟他们聊一下，因为你的确打出了优势，对吧？但是你把这打出了优势，内部也是慢慢的把它送掉了。就说到底，其实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他的整个爆发力其实已经很强了。嗯，他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不够沉稳，不够沉稳，对对，就是还是喜欢去送最后。然后那些没血的运输机啊，他终于做了这个细节，这就是吕布的细节，就他这个 OK 了。这个吕布的细节，把所有的兵都按在房子，对，站到房子这边。书本现在这样的话你就很稳。隔山打胎嘛，可以啊。隔山打胎，你们这是什么话？现在就看他们这一拳呢。
他真的爆发力真的有点强，就从基本功、运营、暴兵上来说的话，其实他跟韩国现在顶级的选手比起来也没什么区别的。哎，我告诉你，就其实暴运营、暴兵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职业选手最基本的东西。对，但是你要知道，有很多选手根本就没有到这个。哎，我觉得这个地方要被包圆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书本藏了一波兵啊，他完全不知道，完了进包围圈了。这个不可能知道，不可能知道。看坦克怎么这样，进包围圈了，已经走进去了，完了。完了完了，书本解放者在搞解放者，坦克下不下？在后面的兵他完全想不到，来了。这波后面有个包抄，真的有点猛。他完全没想到后面会。这波真的是后面这波兵救命了。他本来是想架一个多线解放者的。对，啊，投下来，稍微占点便宜可以走了。走的话，这个局面其实还能打。因为他下面是架了一个双线解放者，不知道杀了几个。对，五个运输机千万不能死，你死了的话会遭重。书本这波交换其实包的已经很好了，但是从战损上来说也没有说占到特别多便宜。对，书本现在虽然不能算是最顶级的虫族，但是现在还是韩国一线的虫族。对，所以说从这场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 ，Tom 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就暴兵上来说他是没有问题了，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怎么用就用这个兵。你看书本就很聪明，每次在这边绕着，你要来我就从这边直接把你包了。没错，好，这边刚好是在变毒爆，这个 timing 其实是有的，但是看他们敢不敢上了。他不会上，现在很虚。好，看到了，但是来不及了。换家，看操作，这波看操作，好像包吗？他包吗还是换家？不知道，他因为他压力很大，这个时候坦克炸了，对面压力非常大，他只能包了。包要包要包，后面我包都看到了，不连路了，漂亮，坦克后面车全倒，但这边有个不连路，但又来了一排毒爆，又来，走，又拼的差不多。就其实是他给的那个书本很大的压力，让他没有机会换家。对，漂亮，也连得漂亮，连得漂亮。但是你都40，机快没了，运输机快没了。怎么说呢？这个三本了之后啊，再先把军坦清了，这个时候一把雷达清。三本现在这个局势对于 Tom 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局面。对，因为对方飞蛇出来了，飞蛇出来，然后科技也升好了，牛马上都出来了。这个牛出来的话待会儿就不好弄了。啊，牛他还没造。他还在吃着狗毒吧。压力太大了。但攻防已经起来了。他没有机会去说那么快去转得出那个。这一波三攻的一个 timing， 我觉得有点难呀，这面有点多啊，书本的兵。主要是次手太多。坦克也不多。对。而且你全是以光头为主啊。你只能说去消耗一下。哎，飞蛇。也打不进去了，还要强硬上吗？他这个打不过呀，明显。我觉得他打得太勇了，你知道吗？就敢操作敢上。刚才这种局面明显就是打不过的局面。对。这样的话，这一波打完接下来之后就没什么机会了。人不送了，这本刺蛇已经蓄起来了，一抓耗不掉对方刺蛇了。就还是马猪说的对吧，就是打到后面还是用脑。对，就操作上来说我觉得 Tom 其实已经还是不错的，爆发力操作都很好，但就是最后的这个操作这个东西用兵就生化部队操作的东西你会失误的，你不可能不失误的，失误的直接被停点。姐这个没什么说的，说书本打的在基本功上，对吧？也不比你差，对，完全跟得上这个暴兵的。关键那两波这个包抄包的太舒服了。对，那波包抄真的包的舒服。我觉得李平南进步了一点，
说老实话，如果他刚才成熟一点，第一波就最打完那波就打完之后往后一缩，对不对？收得了一拳，这个就很对，收一拳之后，然后接下来第二波可能那波包抄就没那么大威力了。对，谁是那个建主机的嘛？他是主机啊！我靠，书本是主机啊！Go go go！ 大局上还是有差距，就大局上，其实打到后面真的，职业选手就拼的就是大局了。这个时候该干什么？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对，那可能你就赢了。你如果说这个时候占了点优势之后，你没有做出正确选择，你哎呀，其实就是那一拳收了就赢了，因为收了他后续这个兵合起来就，书本正面就很难打得过，因为他没四基地的。没错，因为对手的运营暴兵也不比你弱，你不能犯错。其实，就打到后面就是比谁少犯错了。其实，这就是星际争霸的魅力。Go 吧 ，Go。但说实话，我跟你说，就打星际争霸这个游戏呢，你首先还是要运营暴兵啊这些要跟得上，然后再谈用兵，再谈战术，再谈操作，兵不够，其他都是扯淡。对，那是，对吧？我们来看下出生点位，地图下方五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虫族选手书本，地图上方的十点钟方向就是蓝色的人族选手探。这边也是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青训这边我们的选拔 啊，我们差不多，反正名单差不多会在26号左右会定个五个。哎，你们六个就六个了，干嘛了？我靠，多每个月多付点钱就多付点钱了，我想的很明白的。对啊，然后我想的是，哎呀，你只要看上眼的十个也就十个了。对对对，我想的很清楚，就这样。对呀、啊，有多少点钱嘛？我靠！然后我觉得光是发他们工资，他们练还不行啊。我们每个月还要组织几次他们的这些队内赛哦，然后让我们就 SC Boy 战队的就职业选手跟他们去进行一个交流，我们准备点奖金，这样的话他们也有提高的动力，就每周都有比赛打。可以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对吧，就感觉就你有练的动力的呀，就每周你都可以去找跟这些职业选手找找自己差距。好好好好，对不对嘛？好 ,OK。拼一枪，我靠。拼嘛，你这个没多少钱，你一个这种青训选手没多少钱的，一个月就对，一个月欠1500有多少点钱嘛。就线上打打，对不对？还不够。赛德老师意见是就是那个就我就。新训对工资这块再降一点，然后多招几个人。妈的，我想算了，妈的，看得上的都招，别降了，对，别降，不降了，看得上人都看得上的你就招就好了。我就这个意思。对对对，哎，反正你一个月做2万块钱预算嘛，对，差不多嘛，一个月花个2万块钱在新训队上，你就做2万块钱预算，俱乐部新训队，反正比赛。反正2万块钱差不多了，就这样子。是的呀，拼一枪，一个月1500太少，自摸一把，他妈一个晚上自摸一把都应该不止。不不不，这个我跟你说，不是说多和少的问题，是我们完全属于这个，就是就又不赚又不挣钱的，说白了。是的呀，我们不挣钱的呀。这完全就送钱的做法了。哎，你们要明白，你要知道我们哎，线上你打打，你妈你练心计，说白了你练赢，你练出来了，你打了冠军什么的，我也不分你奖金的，都是你的。是的呀，这不就送你钱呀？这个是，对不对嘛？这是送你钱呀！这个还有就是嫌什么少嘛？我靠！如果说他们如果这些青训队的选手如果是。能够打出来，那我们直接、啊、我们直接就 SC Boy 我们就直接签掉了。是的，签掉之后你我们会想办法，就是你比如说你想来训练营再深造一下，没问题的，都可以的，这件事情 对都可以聊的。对对，如果说你说你青训队的话，你被别的队不看中了，
或者你到了我们俱乐部之后，你就去就好了，你直接走，直接去就好了，我们不会拦你的。对对对，你想去哪个俱乐部，或者比如说，哎，就他们怎么被咬了个那个，这什么情况？他们他在正面操作死神哦。不就比如说你那个，比如说你打出来了，你觉得你想去一个，你说我现在觉得我实力还挺强的，哎，我想去其他俱乐部看看能不能够这个多挣点待遇，挣点工资，对吧？那我都可以帮你联系的。你如果真的有实力，啊、我帮你联系好了。你有实力，就最重要的还是有实力，没有实力嘛，一切都是屁话。是的，你有实力，我帮你联系好了，这无所谓的，就是。我跟九幺反正也不指着俱乐部挣钱的嘛，俱乐部怎么挣钱？你告诉我。对啊，又挣不到钱，最关键是挣不到钱。啊、俱乐部怎么挣钱？我靠！最关键是挣不到钱。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俱乐部的选手在国内又不是你妈顶级的，妈的我们他妈俱乐部的选手嘛，感觉都是青训队的，好不好？是啊。又拿不到什么成绩的，没，妈叶指导、茂神。什么呆然三妈这三个人，茂森稍微强一点，叶蝶稍微练出来一点，呆然你们现在还很菜，都 GPR 都拿不到冠军的，你告诉我怎么挣钱 ？GPR 拿到冠军，就算拿到冠军了，也挣不到钱，能挣钱吗？也挣不到钱的呀。书本这边换蟑螂了，他感觉可能是觉得对方的整个暴兵营还可以，所以选择了这个走蟑螂稳一点。俱乐部上市融资，没有，我们挺这又绕了点狗啊，我们挺实在的。如果真的能挣钱，我跟选手谈嘛，这种东西能挣钱的。来看这波，看这波，这感觉打不掉呀，打不掉，蟑螂那么多蟑螂，怎么打掉？书本可能要打一波了，这个书本这盘是一个农民都没偷，全场暴兵。直接蟑螂一波，他们这个双线也打不到东西。我觉得这个蟑螂一波未必打得穿。哎，爆智力咯，哎，可以，这波智力爆惨了，砸进去再烧一轮。哎呦，关键是他们家里面在出坦克，你知道吗？对呀、啊，他知道你要打一波了呀。这书本遭中了、哎、这盘。哎呦啊！纸都烧出来了，我靠！烧成接班人了。继续烧呀，不要管了，继续烧。好，可以了，可以。家里面火车坏了，坦克，四个农民。哎呀，两个导弹车被干了。拖农民，第一时间拖农民。坦克只要输出就可以补刀。好，可以。哎，没事，后面第二个坦克马上出来了。没问题，他坦克输出已经够了。你刚才是集成一坨进来的。对。书本就进来了。低惨。这一波真的是，辣惨了，死了27个农民。这盘泰姆就优势挺大了，对，因为书本现在只能被迫先一波看能不能打到。我现在是在云南，但是这一波我告诉你，压力还是很大，泰姆。没事。哎，这基地不能被砸掉啊，泰姆。啊，会飞一点，他又不是弱智，这种不是。我记得有一次他也是优势很大，然后基地被打掉了三个。哎呀，他本来是稳赢版。这好像书本这变什么东西啊？他想投女皇，想了半天。书本，我感觉书本也有点紧张啊，想了半天的。他哎，没砸掉。哎呦，没砸掉，我操！行，不急。等运输机出来了，再往前推吧。书本也很不爽啊，现在这波被换的。他没办法的，他这个关键的攻防现在也没了，他现在只能埋地洞了。这件事情我告诉你，说明了就这个战术，说明一件事情，就中国现在像探姆这样的选手，不是你书本随便一个战术就能放得死的。对，不，现在这件事情是提高了。我说现在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书本在劣势的情况下，他硬扁的，他走埋地洞仗了，这个就看探姆有没有这个意识来防住了。哎、对，这个是硬变问题了，这个平时不是常规战术了。就已经打乱节奏了。对，但是我觉得以探姆的暴兵能力的话，其实书本压力还是很大的。他一口气这波兵出来，你就算埋地洞，你搞到东西了，你也未必打得过他这边。对，其实呢，在我看来啊，这种局势下，其实探姆只要稳稳守住，然后憋一波，憋个两攻两防一拳，两攻两防，因为这个局面就是。你越拖到后面，书本就越难打。好，埋地洞来了。
参谋有没有感觉？线，那他的字体应该看不到。这个黑线，估计是哎哎，下来看到了，看到了，可以，李佩他可以。哎，他眼神可以啊，不过现在黑线明显很多了。那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赢了。他正面一个防空，然后三晃一个防空，基本上就没什么机会了。这个黑线现在要明显很多了，以前是真看不到。这个是书本唯一翻盘的点。这种局势下他已经翻不了盘了，已经。他说又不是瞎子，不不不，有时候你会没这个反应。你们打过就知道了，在这种这么紧张的战局面前，有时候你不会注意这个黑线。当然你也要感谢这张地图，你知道这个地方是白的，这个基地蛮这个地面蛮白的，比较容易看出来。好的，在军坛上就很难看出来。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很成熟，就很稳，两过两分。别啊，我推出去。我现在不跟你搞，对吧？帮什么忙？不，现在就可以投四川兵出去，对不对嘛？他不投，他现在要去军清军坦。对啊，就投四川兵啊，一边两团兵，然后就把军坦清了，家里面憋坦克，憋到两攻两防 ，A 一拳就死了，对不对？对。书本的攻防现在根本追不上，就这个时候就打得很职业 time 这时候。不要送兵就行。哎，稍微送点也不。你就把军坦压住，然后连一边两团兵。挂着各种清军坦，然后最后正面一拳，靠蟑螂不可能打得过这一拳的，所以书本现在也在转那个毒爆了，想拼你失误。好的，各种清啊，这一波军坦如果清掉就舒服啦，爽的一逼，我告诉你这波军坦。还要占火蟑螂便宜。哎，可以走。各种占别人便宜。不，其实操作这一块是差不了太多的。对。真的差不了太多事情。就是你怎么去做一些，就怎么去选择一些正确的事情，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我现在看下来这些职业选手怎么去做一些最，就大家运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这时候你比如说你选择空投，选择军军坦，选择憋，这些东西都靠自己想。好了，来了，两攻两防，这边他们就很正确。我觉得他这种对前期占优势，然后到了这波之后就不要正确的打就赢了。书本其实视野已经开得不错了，没用了，已经没用了。这蟑螂怎么可能打得过这种？他最后要靠一波赌爆了，打一个大家换家，他换家，他换不动，他们已经把他换家的路线都截死了。现在就是这拳赌爆了，他们坦克其实可以炸了，来一波蟑螂去换，但是上面有大量的光头啊，你换不动啊。只要正面坦克炸开了，这波就没用。好了。书本只要来嘛，只要刚这边就死了。家里面那么多光头，你打毛啊？对面还在退，还在退，他要最后包一波。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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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包。有了，有反应，有反应，有反应。哦哟，书本选择已经不错了。有办法，这个是没有，很兵力差距太大了。就你这个部队就打不过，而且攻防又劣势。哎，就前期有优势情况下，大家基本都差不多，暴兵差不多，你就不可能打。对，这盘看下来，他们的智商比以前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稳住一点，学会稳，只要稳得住。以前就是这种优势的时候各种送，对吧？送着就没了。那吕布在打比赛的时候，其实这点我是感觉特别明显，就他选的大多数都是对的优势，直接一比一。对。看第三场了。逐梦之地，进一进是吧？我进了。好了呀，这个比较好看了呀 ，Go Go Go！ 至少好看了呀，拼的有来有回的，都是好事儿，我告诉你。最近他各哎，什么选错地图了？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啊。对的呀，逐梦之地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够够够！书本很气，我告诉你。对呀、啊。气的一逼。他没想过自己会输好吗？
真的气得一逼，我告诉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啊。坐在地图上方的十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虫族选书本，地图下方五点钟方向就是蓝色的人族选手 Tam。 这个图其实对 Tam 是有利的， Tam 好好把握住这个图，我觉得有机会。两船兵接两坦克，有机会的。对，哎，最近 Tam 各种去买单啊。对的呀，他想通了，对的呀，你多请选手去吃个饭。他现在韩国吗？他没在韩国呀，他就每天现在跟着 Major 你知道吗？ Major 呢？ Major 以前不是就是老买单嘛，就买那个、啊、买那个全太阳他们的单，然后全太阳就天天陪 Major 练嘛。对啊，现在 Major 把他带进去，然后 Tam 说妈不说了，单我来买， Major 你也不要买了，你来也天赋碗筷，你就带着我一起跟他们打。 Major 想想他妈的好爽啊，我靠，找了个下线、哎、这个是对的。我告诉你，你你妈的，你菜是要买单的呀，对不 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妈的，吃人妈的嘴软，拿人手短，对不对？妈个蛋，这种东西，妈的，你多买点单，我操，别人就跟你练了。是的呀，对不对嘛？像梅姐以前也不是这么屈辱的过来的嘛。是的，然后那个，然后现在全太阳他们现在不是全太阳他们约练嘛，都会带他去 OB 什么的。关键是他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只要不去韩国，就不用买。他妈不就妈的，现在人会来中国找他吃的。他说他也很聪明的，他跟他们说，你只要来中国吃什么我请。我操，那么跳。他现在可以啊。他现在叫李佩兰，李佩南，好吧。李佩南。不，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的。你跟别人没交情，别人就不会来跟你打的哈。他这边书本是选择绕狗。绕狗，对。没什么错，因为你跟别人没交情，对吧？你又打得不好，那别人为什么要陪你练嘛？是的呀。只有你妈的，你说你跟别人有交情，对吧？请他们吃点饭，那妈就算韩国人再功利也抹不开这个脸的呀。完了，李佩南就遭中了。李佩南遭中了呀。这个真遭中了，真遭中这个事。好，他觉得不对了，回去了。机枪下来，先点一下拖农民。农民已经下来了，还可以，反应相当快，我跟你说。还可以，这波可以。干嘛？你打得过呢？四条狗打得过一个机枪？李佩南可以啊，李佩南。啊，对对，赚了呀，李佩南。不过是李佩南呀。这个应对相当好啊。对他第一时间拖了农民。书本的话，这样的话前期是亏了的，只能直接三开了。但他们这边并没有选择两船兵啊。其实我觉得他的战术就多元化一点也是好事情。啊，他最近的确特别喜欢买单啊，没必跟我说汤姆现在已经是他性奴了。每天就是看到 Tam 就让他买单就好了。他现在微博名字叫凯中之凯，好吗？而且关键是梅逼跟我说，他说妈的感觉 Tam 就是个玩具现在。这你妈 Tam 这个空投他还打双线呢。嗯，应该我懂了呀，书本。书本懂了。其实我是觉得不，他不是少弹，他应该是火箭山一波吧。火箭一波了，书本懂了。这哎，这机枪少去个，算了算了。哎，没事。他直接火箭一波怼三矿还是怼二矿啊？啊，再杀一个房子啊！插了根管子，已经懂了书本。三矿，我觉得直接怼三矿嘛，三矿怼了之后，能怼掉最好，对吧？而且这段路还是有点长的。对，但书本现在我一做没必要啊，把他打炸回来，炸回来，炸一个回来。哎呀，妈的，把自己炸回来，把自己炸了。这有个管子呀，有个管子太头太铁了，早就该打三矿了。对，打三矿。哎，不过
肢退一步已经比以前强。对对对，也是。以前他妈的就硬头头就铁上去了，然后就准备打鸡鸡了。以前，哎呀，晕机被戳了，就看他那个走了吧，走了吧。他应该有个解放者要去架了吧？他如果打开过的时候优势很大呀。谁家路口？在家路口了吗？你他四个女王，那你三冠怎么办？你肯定要有个东西打三冠才可以啊。走了。你早点打三矿吧，三矿肯定不打掉了。好，所以去打三矿，这个时候去打三矿，他要强行的。对，好，可以，这个可以。啊，管子爬下来。书本防守分点，家里面穿狗了。书本觉得没什么压力，但是有两个火车站路口，穿不进去。哎，把管子打掉，把后面退一退啊！你后面这个解放是搞毛的呀？这个、不退的话，哎，你让他走一下，他也很烦呀，这个时候。是的，双方都很烦啊。哎，被拖了，被拖了。你帮他走啊。不过这波耗的也行吧。也行，也行，也行。也行吧。哎，第二波火车，哎呦，这没机会，没机会，有狗，有狗，没机会。算了算了，差一点啊，第二波火车可能遭中了。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这波如果是第一时间去打三矿，其实优势就很大。第一时间打完矿，我觉得都赢了。好，打个双线。在这儿。架这里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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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架里面可以。还有，耗狗就是耗狗，耗狗，耗狗。哎，漂亮，这位置卡的。家里面，家里面耗的，其实让书本还是有压力的。走了呀，走了呀。走不掉了。走不掉也没办法呀。再穿一波火车，但是书本绕狗了。反穿一波狗，能不能堵住？哦哦、哎，要强药了，要强药了。哎，没事没事，只要堵住就行，堵住就行。哎，打呀，一两个机枪。哦，他上面再，他再堵一击。哎，打呀，你要打的呀。其实咬不掉的这个，他一直修。家里面又被穿火车了，啊、火车。两个节奏很快啊。哎，赶紧来！哎，住手！我这里，我有个口，我靠！哎呦，这波刷的很爽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书本农民拖的还可以。不过已经杀得不错了，杀得不错了。十四个农民一共杀的，可以啦。龙塔被看到了，我觉得他们应该看到龙塔了吧？他看的，这肯定看的，这绕了一圈怎么可能看不到嘛？他又不是瞎子。这个节奏打得很快。对。一攻一放也在提。我觉得这种绕火车的给我的感觉就像 Major 的感觉，你知道吗？对。有点像 Major 这种绕火车的感觉，就你。其实一般的人族选手不会说就绕那么多嘛、哎、他给压力给的好足啊，好快，又亏了，这波好快啊。书本这个肯定想不到这波了，这波想不到兵长的出啊。我跟你说，他书本现在在疯狂补农民，关键毒爆虫啊，他毒爆虫刚才多造了一个，毒爆速度还没升，书本节奏有点乱。其实是五条五个毒爆，不过军团还行。我靠，架这里是不是有点过了？架这里怎么架？他追，为了抢节奏秒基地，基地要被秒，基地要被秒，基地肯定被秒，基地肯定被秒，不用救了。我、哦、这个节奏太快了，好快啊，走，好，可以走了。哎，把你军团给你清了，啊，装了走。哎，坦克装了走了。哎，坦克，哎，不要留下黄旭东啊。我是坦克吗？不，在这，哎，打毒爆了，哎，漂亮，毒爆，再点亮，可以，五个连弩，可以。哎，书本，耗狗。他其实给书本压力太大了，太大，这个压力真太大了。不过这个有点……那这时候头又铁了，头又铁了。我他因为这个时候有盾牌，后面又来一拳。我靠，那么快啊！书本这一拳不一定扛得住啊，因为他所有的钱全部转飞龙了。我告诉你，他的毒爆虫速度好了，可能有一战之力。看操作，看操作，这波泰姆的兵营补得很快，泰姆的军营就没有停下过，三矿满负荷运作。好，这边直接架坦克，能不能把这个军团再清掉？对，基地秒了，基地秒了，后面又来了个坦克，再清一排房子，打气球。他现在知不知道书本出的是飞龙？他肯定知道飞龙呀。对，知道飞龙才压那么凶，这个、他肯定知道飞龙啊，这不可能不知道飞龙的呀、啊。回去，这个时候回去是对的。对，回去再续一拳。现在书本压力很大，他在各种找机会包你这波兵。你只要回去续拳，书本未必这边挡打得住，对，顶得住了。因为飞龙现在根本就不可能来你家骚扰的，来你家骚扰他正面就不要了。
好，把兵合起来。这波兵有点凶了。书本的军坦其实还可以，军坦先扫掉，加开，好，看点拉开，毒爆，毒爆，拉开漂亮，好了，书本毒爆了，还有四个毒爆，还有四个毒爆，看他不，看他不，拉开，他已经拉了，他已经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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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虚边，来了来了，先把军坦有没有雷达，把这个军坦再清一波呀？好，军坦清，对，书本现在压力巨大，你飞龙现在吃这波机枪很难吃的。这个时候要回去，对，回去再续拳。哎，这个时候打的，我只能说他现在打的太成熟了，以前回去和一坨兵，然后续雷神，这是书本难受的一逼，我操！哎，真的真的比以前成熟多了，我觉得。最近苦练没有白练啊！难道打星际争霸想要出成绩，只能先当凯子才能出成绩？哎呦，雷神，有看到雷神飞龙气的一逼啊！飞龙怎么办？现在我觉得 Tam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坦克，没事没事，坦克很他这波有光头的，说书本未必打得过这边缘人，边缘人，书本现在很谨慎打的，他不敢乱送，因为只要送了奇迹了，继续蹭继续蹭，拉开雷神再回来，雷神救救，哎呀没救上，可惜了，飞龙没秒掉，走了走了，运出去走了，运出去走了，这波有点，书本这波正面处理非常的漂亮，对。但还是他还是 Time 自己的问题，他没有 H， 没事没事没事，我说还是 Time 自己的个雷神没有救上来，如果救上来的话，书本基本上就挡不住了，但还是这个样子，一直不停的压，书本压力非常大，现在这个局面我可以告诉大家 Time 优势很大，因为你的变毒爆要有时间的，而且 Time 四矿现在也是满负荷运作，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停顿，好，雷神就看这个雷神继续秒飞龙，好做漂亮，杀得漂亮，好，继续秒飞龙，飞龙要没了，飞龙被秒惨了，狙击 ，nice， 飞龙没了，书本扛不住了，这一场比赛打得漂亮漂亮漂亮，可以可以可以，李培南有点实力啊，可以李培南，这不。